人与天地相参也，与日月相应也。《黄帝内经》的时间医学是极其天才精辟的学说，甚至可以说是极为超前、极为先锋的学说。当代西方医学才刚刚开始研究。《黄帝内经》认为，人的各种生理活动、病理变化，以及对疾病的诊断治疗，与时间的关系非常密切。时间在医学上意义重大。首先，人的生理活动与一天的时间相对应，而一天的时间是以阴阳分段的。那么，一天的阴阳是如何流转变化的呢？平淡指日中，天之阳，阳中之阳也。日中至黄昏，天之阳，阳中之阴也。荷叶之鸡鸣，天之阴，阴中之阴也。鸡鸣至平淡，天之阴，阴中之阳也。就是说，早晨到中午属于天气的阳气时间段，是阳中之阳；中午到黄昏仍属于天气的阳气时间段，但却是阳中之阴，即从这个时间段开始由阳转入阴。入夜到鸡鸣时分属于天气的阴气时间段，是阴中之阴；鸡鸣到早晨仍属天气的阴气时间段，但却是阴中之阳，即从这个时间段开始阴又转入阳。人体的气血运行与天地日月的运转相应，人体内阴阳之气的升降变化也是与一天时间的阴阳变化相对应的。皇帝问，有时冷热合适，也有人突然病倒，这是什么缘故？岐伯说，人与天地相参，与日月相应，是非常深刻的道理。这表明人与大自然与时间息息相关。以天上的明月为例，满月时海水稀盛，人气血聚于身，肌肉皮肤充实细致，即使遇到风邪病邪，其侵入体内也不会很深。如果月缺扩空，则海水东盛，人体气血空虚，遇到病邪便会入侵很深，发病也突然凶猛。黄帝内经认为，人体气血阴阳的生理活动是与时间因素息息相关的，并且具有周期性、规律性的变化。人体阴阳的消长受季节变异的影响，具有一定的规律性。人体内正气与脏腑的关系也具有周期性的变化。现代医学研究表明，比如男性血脂固醇一般在冬季高，春夏季低，钙磷代谢也有明显的季节的变化。黄帝内经特别说明了斗转星移、日落日升、潮水涨落与人体密切相关。月亮圆缺的时间周期不仅引起潮汐起落，也是人体虚实的外界自然因素之一。黄帝内经的月亮周期论述在妇女月经周期上表现得最为明显。
妇女月经的28天周期恰好处于恒星月周期27天7小时43分11.47秒，朔望月和月相变化的周期29天12小时44分2.78秒之间，而成熟卵的形成也呈现14天正负2天的周期。月亮的形状，它呢跟潮汐有很密切的关系。所以《内经》提到潮汐对人体的关系。那么《内经》认为，月圆的时候跟月缺的时候，不但影响到潮汐，是吧？就是潮水的变化，而且呢，就是影响到人的生理。所以呢，人的生理呢，那要也治疗的时候呢，也必须根据这个规律。所以像妇女月经，是吧？每一个月周期来一次，这个就是说人身体跟天地呢也是相应的。美国医学家莫里斯·伯利等人研究认为，月有阴晴圆缺，人的情绪、健康和行为因此时好时坏。在月满时，心脏病人和脑病患者特别容易发病，出血性溃疡病发作最厉害，溢血症最严重，中风与癫痫惊厥发生最频繁，精神病人情绪最不稳定，许多人难以入眠并有紧张感。月球的引力吸引地球上的海洋而产生潮汐，人体与地球表面的情况有些相似，体内大约80%是水分，20%是固体。从化学角度看，人体内的水分与海水并无本质的不同。科学家认为，月球的引力同样对人的体液产生作用和影响。研究表明，月球引力较强时，人体内的酶和内分泌更有活动力，血压升高，心跳加速，心理状况较为紧张，从而导致人的情绪、健康、行为发生微妙的变化。《左传·昭公元年》中记载，晋侯患病，郑简公派子产大夫为使者去慰问。晋大夫书相向子产询问晋侯的病因，子产说，我听说君子把一天分为4个阶段，早晨听政，白天访问，晚上修令，夜间休息，通过有规律性的活动调节和散发体气，不至于造成壅塞凝滞的疾病。内经把一天分为4季，早上是春，中午是夏，傍晚是秋，半夜呢是冬。那么人身体的阳气呢，也就跟着它不同。一般的病人早上好一点，中午呢还可以，下午呢慢慢的要重一点，半夜呢是比较更重。所以我们用药啊，哪怕是判断预后啊，也都考虑这个问题。旦会、昼安、息加、夜肾，早晨人气开始生发，病气因此衰收，所以旦会。白天人气较盛，正盛邪，所以昼安。黄昏后人气开始衰收，邪气开始生发，所以病情渐渐加重。到半夜时分，人气进入脏腑，邪气布满全身，
所以病情大大加重，谓之夜甚。这种体验恐怕人人都有，所以不慎生病的时候，千万注意这个时间因素，从时间这个要素上掌握疾病的发生、发展和变化。傅维康先生指出，长期的临床实践证实，病人一般在早晨、中午时病情稳定，入夜后，特别是半夜前后，病情变化大，甚至恶化死亡。《黄帝内经》运用五行学说，阐述了时间因素对不同疾病产生的不同影响及其特殊规律。肝病者，平淡会，下呼肾，半夜静。就是说，肝病患者早晨状况较好，下午3点到5点病情加重，半夜时安静。心病者，日中会，夜半甚，平淡静。就是说，心病患者中午状况较好，半夜时分病情严重，早晨安静。脾病者，日迭会，日出甚，下不静。就是说，脾病患者太阳偏西的时候较好，日出的时候严重，下午3点到5点安静。肺病者，下不会，日中甚，夜半静。就是说，肺病患者下午3点到5点较好，中午的时候病情加重，半夜时分安静。肾病者，夜半会，四季肾，下不静。就是说，肾病患者半夜时较好，下午3点到5点安静。上述情况在临床上屡见不鲜，比如肺病咳血常常出现在白天，心绞痛、心肌梗塞的发作多在夜里，结核病、风湿病的发热往往出现在下午，哮喘病大多在夜间发作和加重，而五更泻则更是典型的具有时间规律的病症。这位58岁的妇女啊，抑郁症已经有那么2-3年了，那个吃西药效果呢不是太稳定，时好时坏，所以呢就想吃中药看看是不是更好一些。她的表现呢，就是早上一醒来，天快亮的时候，大概是早晨4-5点吧，那就开始心烦懊恼。这个老太太可能是胶东人，说哎呀，我这一醒来就心里熬痒熬痒熬痒，找我看病的时候呢就一边这么说呀，我心里熬痒啊，就一边哭。大概我给她看有10几分钟，不到20分钟，她就跟我哭诉了20分钟。诉什么呢？无非就是说我心里难受难受不得了，熬痒熬痒，其实老是这句话。那询问病因倒比较清楚了，就是在这个她发病之前呢，她的丈夫还是一个高级的知识分子，因为什么工伤吧，突然去世，老太太受这个精神打击，受不了了。所以我一想，这个病因很清楚，心中熬痒是就是心中不舒服呗，也是属于肝胆郁热的现象，再加上早晨呢4-5点这寅卯时，3点到5点就是寅时，5点到7点就是卯时，早晨寅卯这个时间，按时间医学来，中医的时间医学来算，是与肝胆之气相通应的，或者说它就属于肝胆，肝胆之气在这时候就应当旺盛，
那么这个老太太呢，4、5点钟一醒来就熬痒熬痒的受不了，加上病程长了，都属于肝胆痰热在内了，所以应该清化肝胆痰热的方法去治疗。我就给她开了1个礼拜的中药。这个病人拿着药吃了之后，下礼拜又来了，依然如此，还是跟我一边哭一边说了20分钟。可是哭着我都想着有问题啊，我治的不错呀，为什么效果不好呢？再仔细询问呢，再思考一下，还发现一个特点，这老太太还说呀，每到下午3点以后心情就明显好转，这个时候就可以提着篮子去买菜，买点东西回来再操持家务，早晨一醒来那就干不了活，就一天那么难受，3点以后明显好转。这是什么问题呢？他考虑到呢，3点以后啊，其实又到了申时了，申时和酉时3点到7点这段时间又在五行属金，在脏腑就属于肺和大肠，本来病是肝胆属于木的，肝胆之气不输，木郁在里边，我给他原来输血肝胆对不对，对了，但是力量不够，当那个金气盛的时候，自然界这个气候一变，哎，它就好转，金气一盛就可以把原来木气给它治一下就好了。好，就按这个道理考虑问题，也就在原来那个方子基础上又加了2味宣散利肺气的药，也就让它金气盛一下，一方面我给你疏泄肝胆，一方面利着肺气，用金，还是用了金克木来治疗呀，非常吃下之后非常好。第3个礼拜再来看的时候，老太太讲了，说我吃你3个药之后啊，早晨起来就不难受了，就不那么熬夜熬夜难受了。肝病一般在夏季病愈，夏季没有好转，到秋季就更严重，如果过了秋季冬季到春季又开始发作。心病一般在长夏季节病愈，长夏如果不好转，在冬季就更严重，如果能过了冬季春季到夏季又会复发。脾病一般在秋季病愈，秋季没有好转，在春季就更严重，如果能过了春季夏季到长夏季节会复发。肺病一般在冬季病愈，冬季没有好转，在夏季就更严重，如果能过了夏季长夏会在秋季复发。肾病一般在春季病愈，春季不好转，在长夏就更严重，如果能过了长夏秋季，在冬季会复发。这因人之宜，因时之宜，还有一些因地之宜，根据季令的不同，在治疗上就要加以综合考虑的。同样的病，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，啊，治疗的方法也要有所变化。邱公子20岁左右，随父亲大司马邱老到北方治理黄河，并居住在那里。邱公子患有白浊病，即小便色白混浊，精液时常随尿而出。从山东、淮阳、镇江到江右、三吴等地，一路上请了许多名医治疗，医治了3年仍然没有效果。癸酉年冬天，大司马恭请名医，人称生生死的孙一奎给公子看病。孙医生诊其脉，短促而微弱，关处脉搏跳动流畅，尺处脉象浮而有力。诊后，公子便很信任而又亲近地请孙医生开药方。
孙医生说，公子的病很容易治好，只要到明年初春服一剂药就能好了，但是现在不可以。公子请求说，先生是名医大家，常常是救人之所急，凭你的医术治我这样的小病，一定是立竿见影，药到病除，何必要等到来年呢？孙医生回答，这不是什么密不可宣的事，黄帝内经说，一定要顺应阴阳升降沉浮的规律，又说天时不能违背。公子所患的是湿痰下流症，湿痰由尿液排出，黄帝内经指出，治痰必先理气，治疗方法应从阴出发而引导阳，现在是冬天，应该是避藏的时候，冬天之所以要避藏，实际上是为第二年春天的生长做准备，换言之，冬天的避藏是春天生长发育的根本，没有冬天的避藏就没有春天的生长，天人一理，万物都是一样，所以这个药方必须到明年开春才能服用，这就是遵循了《黄帝内经》时间医学的理论精神。《黄帝内经》还特别强调人体与八季的关系，八季就是立春、立夏、立秋、立冬、春分、秋分、夏至、冬至，这八个节气中，《黄帝内经》最注重夏至、冬至这两个节气。光照时间的长短对人体生命活动有着很大的影响，而一年当中，夏至的光照时间最长，冬至则最短，这长短两极与疾病密切相关。据有关资料统计，1958年至1978年间，对南京、上海五个医疗单位的49402例疾病死亡人进行调查发现，冬至的死亡率明显最高。如果把夏至、冬至、春分、秋分进行比较，其死亡高低的次序是冬至大于秋分，秋分大于春分，春分大于夏至。黄帝内经反复告诫医生们，必须依天时注意时间因素，根据与时间相应的人体生理周期进行诊断和治疗，否则便会出现误诊误治或失去疗机。一句话，因时而治。